2004年第一次被提出看作是苹果企业经营指标的 ESG， 这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各有公司治理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这张由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所主办的 ESG 各方会展场，包括讲有三关合70多个单位来参与，是分别对监管政策、实务运作、各有顾问咨询的角度，分享台湾迈向永续发展的现况和未来。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长王医生亲自颁奖予特种单位，感谢因积极参与永续经营，并用实际行动落实责任减碳的目标。非常感谢财经公司啊，我们这106年开始就是合作利用区块链函证，也要感谢在座各位会计师、银行界各位好朋友，所以我们得过金传奖、优等奖，也得过产业创新奖，其实这个奖都很难得哈。企业落实 ESG 已经是必须要执行的方向，重视环境、社会和经济永续发展的三个面向。只有把永续发展、环境和经营策略以及数位科技结合，才能提升人性和竞争力。立金融库底零含证便是善用数位科技实现永续金融的一项体现。如果含证区块链除了让会计师在查核企业财报的行政工作上事半功倍以外，而且提高各种的效率，降低查核的风险。看到 ESG 真侪趋势，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6月24号、25号伫世贸一馆举办2022 ESG 高峰会，包括三关核定70多个单位共享成果，以全方位展现方式呈现 ESG 现阶段成果，也分享台湾迈向永续发展的现况甲未来。记者杨尚廷台北采访报道。